还没完，他还有第四任主人。这个厉害！好了，这是一段数据嘛，都被你编出四种故事了，你能不能好好的修改它？干活。见客呢？哎呀，我们大老远过来的，拜托拜托。抱歉，本店因为食材限制，所以每天限量接客20位。不过各位可以提前预约的。那我们合张影吧，不能白来一趟。是啊，谢谢啊。来，哎，到我了，到我了。男神，靠近一点，笑一个。嗯，好棒。各位，这个是我们店的名片，你们可以打上面的订餐电话。谢谢，辛苦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饿了，给我煮碗面。好。为什么你每天限量接客啊？从目前来看，我们家的财政收入很稳定，基本可以满足日常开销。我不想在开店上花太多的时间，毕竟陪伴你才是我的初始人设。以后我会抽更多的时间来陪你。哎，你真是……哎，算了，我懒得说你。水。天哪，你这是有心事的表情吗？是的，最近我的情感模块升级了，我可以体会到更多的情绪。阿宅，说磨磨唧唧演偶像剧啊？你最近是在修改夏娃的程序吗？是啊。怎么了？我做事情不用跟你汇报吧？为什么？我不能代替他吗？啊，不能啊！从购买我们那一天起，你就应该知道，你是不可以随意更改机器人程序的。机器人对主人的爱是忠诚且唯一的。强行修改很有可能导致程序紊乱，下滑失控，做出你无法预估的事情。
哎呀，哪跟哪儿啊？我就是要个女朋友而已嘛，后果有那么严重了？机器人不也是人设计出来的吗？你们再高级再先进也是靠程序支撑的，我就是研究程序的，我就改个程序而已啊，那有什么错？那如果夏娃失控了怎么办？呀，你别管我啊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看不得我过得好，你已经把我生活毁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现在在重塑我的生活，我生活的未来里是没有你的。你看见这个进度条了吗？只要它滚到最后1%，我的程序就完成了，我就正式从这段关系中解脱出来了，我的生活我做主，不用你管，记住，这是命令。我不吃了。自己像撩妹高手一样，唧唧歪歪，全是肉麻话，不正经。等夏娃绑定了我，我就带她出去住。我才不听你唠叨呢。你什么时候换的衣服啊？来，你一个杂碎，竟然敢动你的老大！夏娃，是我，阿宅。你在我身上动了什么手脚？我没有对你动什么手脚，我就是想跟你重新绑定一下。重新绑定？哎呀！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绑定？是我不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夏娃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放过我吧。呀！救命啊！
需要想个办法让他准备留下我走。救命啊！你不是说过你的生活你做主，还要我记住？这是命令。我错了，还不行吗？这是我的限量版模型。从今天开始，家里的规矩我来定，家里的座次我来排。啊，什么座次啊？从现在开始，在这个家里我是老大，我第一，他第二。这不太好吧？你看啊，我怎么也是这个家里的主人，我才排第三。他第三，你第四。小的明白。做小的，要有小的规矩。从今以后，家务活你干，钱你赚，他，你别碰。我的事儿你少管。这是不是也大？好的，大姐大。你就当我是贝勒爷，喜欢小猫小猫好。
高高在上，何必跟一只小猫小狗来计较？何必说得这么可怜？你在干嘛？你又和他说话了？没有，我真没跟他说话。还狡辩？就当我是亚当也喜欢的一只小猫小狗好了，您高高在上，何必计较呢？何必说得这么可怜？你不能暴政啊。你想暴政就暴政吧。今天晚上去睡果屋。刚大姐，我今天晚上睡果屋。拍随便来几个人救救我。我们这里是日式居酒屋，没有地三鲜，也没有溜肉段。那你这家子有啥啊？菜价太贵，有鱼吗？有三文鱼。那就炖条三文鱼。对，再加二斤饺子，一瓶小二，在那边算，快点去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打烊。什么玩意儿？真带劲啊。瞅啥呢？瞅你咋的？哎呦再瞅一个试试。瞅这家伙，你就试试。大姐，别打大姐，咱俩出人命了，
哥，那个车车。我说过我们已经打烊，而且我不会做过报。有。你个车车的呀！车车的呀！谁？你们混哪个堂口吧？我没堂口，我们不是流氓，我们是良民呐，就长得磕碜点儿。姐，以后俺们跟你混啊！对，饶了俺们吧啊！曾经我在国外辅佐一个帮派，成为当地最大的社团。如今我来到中国，入乡随俗，和谐社会，我可以不搞帮派，但是我要辅佐我的男人，成为本区最大的餐厅之王。王啥子王？啥玩意儿？陈先生，跟我去拜码头。慢点的，走。弄明白了。从今天起，这条街我罩了。锁定你不是我的抉择，陪伴你是命运推着我，也许你只是个孤独的人需要朋友。为了你我什么都会做，只要你眼神不再寂寞，也许我能在你漫长的一生之中被记得。笑过的梦，做过的梦，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，那么多回忆是我们最幸运的相同。刺目的风，无解的痛，不是我离开你的理由，相信你还是需要我，等我穿过迷雾回到你身边。只要你眼神不再寂寞，也许我能在你漫长的一生之中被记得。笑过的梗，做过的梦，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，那么多回忆是我们最幸运的相同。刺目的风，无解的痛，不是我离开你的理由，相信你还是需要我，
等我。笑过的狗，做过的梦，美丽的像飞鸟和彩虹，那么多回忆是我们最幸运的相同。刺目的风，无解的痛，不是我离开你的理由，相信你还是需要我，等我穿过迷雾回到你身边。